这次我们来到了佛山某处废弃的火力发电厂，根据废墟内遗留的公告和日历，时间停留在了2016年。据我爸所说，发电厂大部分的建筑在近两年内逐渐被拆除，现在仅剩下两栋行政楼和一栋宿舍楼。于是我决定用底片去记录他们最后的模样。我觉得这边的红色跟上面的一个绿色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对照，然后就想说在这边拍一张。对于我来说，废墟就像是一个异世界，里面只有植物还在不断的生长，其他物品的时间仿佛还定格在16年。虽然有入侵过的痕迹，但总体保存的还算完整。从进入废墟开始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象它未荒废前的样子，灯光的温度，人与人的交谈和日常的作息。在探索一个个未知房间的同时，源源不断的新鲜感也在不断刺激着我的大脑，这使得废墟得以把我从现实中抽离，让积蓄已久的压力在异世界中得到解放。我想不用过多久，他们就会被推平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图像媒介记录他们。也许这些底片在很久或者不久之后会成为他们存在的唯一依据。发现一六年的纹绣。